号19号的林义翔，这是他在中华职棒一军的初登，压制住中华职棒的左打者，第一球就出棒，在屈前守备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拦下来，所以三垒上这一分要轻松回来得分，想要成功把球给拦下来，这个机会并不是那么。今天这里一好一坏。真的有点卡卡的。北上跑者这时候走了，吴建进。这个外，两好两坏，这一棒打高了，在内野上空。现在一垒手过来，朱玉贤这一次接球可以。担任捕手的样子，而且到上垒率很有水准之外，另外他的脚尖哦，但是以今年志刚出赛的四万球保送，这还不包含去神球保送。这一棒打在右半边，一二垒之间的滚地球，叶竹轩接球快传一垒，刺杀了代打的陈崇宇，结束了八局下半。